哇，老闆做乜嘢啊？周怡，今日有特別任務要交俾你做。老闆，係咩任務啊？不要問，只要做 ，just do it。冇問題，老闆，我即刻就去做。有冇咁巴闭啊？任务系学整法式甜品马卡龙 ，Top Secret 地点系澳门十六号索菲特酒店海丰餐厅。哇！我真系好大面啊，要两位师傅要迎接我 ，Salut！兩位大廚都有相當豐富的入廚經驗，更加是 Mistro 的 Macaron 達人，不知道跟他們兩位都是巨蟹座有沒有關係的呢？好了，這個時候我就想請我們兩位師傅教我做 Mistro 最出名的 Macaron。 師傅，到底需要什麼材料呢？最基本的一個杏仁粉，一個糖粉，一個糖，牛油，還有一些食用色素，還有那些牛奶、蛋清，仲有做唔同味道嗰啲香料咧，系啦，呢啲咧。聽落去咧，材料都好簡單啊，唔知做起上嚟又係咪咁簡單咧？哇，師傅，我都好心急啊，不如我哋即刻開始啊。好啦，不如我就從材料講起先。我啲第一咧要用嗰啲蛋清啊，要新鮮啦，杏仁粉啊，要夠細油啊，仲有嗰個蛋清要夠常温啦。煮個仲有啲糖漿，煮嗰時温度特別關鍵嘅，所以不如咁啦。如果你想學嘅話，我會俾啲一邊教你一邊做。好啊，我哋即刻開始啦。好啦，首先煮熱啲糖漿，同埋咧用攪拌器打勻啲蛋清。幫我攪呢個咧，首先快啲，快啲 ，OK， 攪勻佢先。你幫我搞呢個，慢慢，呢個係蛋清啦、杏仁粉啦、糖粉啦，混埋一齊混合咗就 OK 噶啦。汁出到嗰啲糖漿水咧，可以倒入葱入邊蛋白嗰度，打到佢有少少涼啦，就 OK 噶啦。因為太硬，開頭嗰啲加三分之一個蛋啦，咁啊。收勻佢，睇落去咧，即係好似你撈得好容易，但係我頭先撈嘅時候其實都幾用力㗎。聽我啲酒店呢邊嘅話咧，最少一日800克到1000克馬卡龍，800至1000。係啦，哇！真係整到手軟，真係整到手軟啊！趁阿師傅你喺度搞緊呢個混合嘅時候，我想問咧，其實好多初學者咧，佢哋都遇到啲問題啊。就是焗嗰個 macaron 嘅時候咧，起唔到個裙邊。起唔到裙邊嗱，咁樣嘅呢啲咧係好緊要。第一，你了解嗰個口箱咯，嗰個口箱。如果我去過其他地方，或者我用我個配方做，都可能做唔到。第一，你要一定要了解，非常之了解你個口箱先。睇好多方面嘅嘢咧，你底火，如果你太過慢嘅話咧，一擺入去一焗佢之後咧，你未起腳嘅話，那個邊已經爆曬嗰個頂嗰度。即係啲人話裂開焗嘅時候係咁樣。係啦，係啦。即係撈到咁嘅程序差唔多啦。將混合好的材料放入去摺袋入面，就可以咧摺喺铺上牛油纸的焗盘上面啦。逐个小圆形咁慢慢摺出嚟。哇，好紧张啊！呢个步骤。呢度出力系啦，嗰个上面个手出力。快啲织啦！喂，好难嘅原来。好难好明顯個賣相就已經好唔吸引啦，點解差咁遠嘅？呢我廿幾年經驗就同埋你啱啱做嘅經驗就，可唔可以補翻佢噶？喺見我咁論盡，法國大廚都忍唔住出手啦！哇，動作果然利落好多咯。好啦，擠好小圓餅之後咧，就到準備餡料嘅時間啦。
將秘製的黑蒜醬加入 cream 度，再攪勻，然後放入個摺袋度，摺喺小圓餅上面啦，夾埋就大功告成噶啦！我啊，仲用朱古力寫埋字添啊！噔噔噔噔，我已經完成咗我今日嘅 mission 啦！好啦，咁喺呢個時候梗係試食啦，不如我哋一齊試食下啦 ！We try 好味，真係可以做到咧外脆內軟嘅感覺，我啊覺得 OK 啦，唔知道大廚又覺得如何呢？當然合格啦，已經做到咁靚嘅麥卡龍啊，醬得咁好嘅話咧，我就今晚有個法國大廚同你喺 Mitchell 嗰度食大餐。Yeah！ 我今日嘅獎品就係同啤仔大廚一齊食 Mitchell 嘅自助晚餐。除了食物正之外，環境也很重要的，可以選擇在室內用餐，想浪漫的就當然選慈緩露天平台啦，一邊眺望澳門的內港景色，一邊享受五國美食。哇，不要說我不提提大家，從星期四至星期六呢就有一系列的海鮮和朱古力甜品等你，而星期日 Family Day 啦，有一個的家庭式自助午餐啦，連同這個小童的廚藝課程，大人想節目都不用想到那麼頭痛啦。今日我哋系教大家法文噶。You are pretty. Vous êtes jolie. Vous êtes jolie. I miss you. Tu me manques. Tu me manques. I love you. Je t'aime. Je t'aime. 系啦，佢一开始咧就同我讲你好靓，跟住佢咁快就话挂住我，然之后最重要嘅就系佢竟然话我爱上咗我啊！